十月一号，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半，一对又一对的新人身穿礼服，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伦敦马里波恩老市政厅登记结婚。为庆祝这栋希腊罗马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100周年，市政厅特别安排了100对有情人接力结婚。They were about 2 minutes before their allotted time, but everyone's been on time so far. 100对新人在一天内喜结连理，市政厅每个小时安排了7场婚礼。每对新人抵达时，看上去都有些紧张，但宣誓结束走出市政厅时，全都满脸堆笑。这对上午完成婚礼的新人，幸福地对着媒体摆姿势。Go and have some champagne. Champagne breakfast. Actual breakfast. Yeah, actual breakfast. 马里波恩老市政厅在过去的100年见证过数千对新人的甜蜜时刻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